那现在我们的决赛正式开始。是的，要加强我们参赛者的实力，我们用了现场乐，就是 live band， 大家可以感受到 live band 的这个还有它的 power。 马上让我们欢迎旅者队。 马上要登二十声队的编号一冯雪莲，我们先去看，为了这一次比赛，他做了哪一些准备？我喜欢日本文，那是因为收到我妈妈的，因为我曾经听过我妈妈讲日本话，人家好像做饭一样，但我就觉得这个日本文真是特别。之后呢，我又很喜欢他们的料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料理很精致，所以我也去学了。在2020年，我参加了一个日本电视台在新加坡一个歌唱比赛，叫做 Nodojima，Nodojima就是说自满的喉咙的，是在他们的日本悠久历史文化，而且他从2000人里面只选拔25人，让日本人肯定我的歌声是容易的。 我在尼安保利是学film上的，摄影是我的主修科，所以妈妈的poster都是我拍的，她每个角度都很好看，因为她天生丽质。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，没想到到我这个年龄进去到大决赛，是我自己的一份荣幸，我自己的肯定，一种骄傲。所以在这个大决赛，会尽我的能力，成为最好的一个。 意志就是力量，是张队编号一雪莲要演唱苏芮的《变》。想清楚，想见，最转天神，当你来电，路过眼睛，一眼，在。 开场就以这首苏芮的《变》来作为这个开场，非常高亢，很有爆点。这首歌曲，这跟雪莲呢以往的歌路来说是非常不一样，非常大胆。因为我很喜欢唱不同曲跟不同各路的歌，然后我又很喜欢他们，所以我看了《搭错车》这部戏，我很喜欢里面的每一首歌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请。 张雅欣，我很喜欢你，歌很自然，不造作。你用反式的唱法呢，张力不错。
啊，谢谢老师。这几次的歌曲带给我的感觉，每一场都在变一个新的魔术给我看，所以自己啊也有很多的惊讶。我想提一点小的事情是，喜欢唱跟能唱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变化很多，是给自己一个满足感，但能不能够达到那个真正唱到那个感觉的还是事情。不过整体来讲，你已经进入大决赛，而且的表现是可圈可点，非常棒。谢谢老师。这句话可以说很重，也可以说是很轻。喜欢唱跟能不能唱，没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歌台大志伟。我觉得造型你本身没在变，而是你把这个黄金舞台变成你的舞台。谢谢老师，我们加油。哇，变成自己的舞台，是说自己爽呢，还是说哎你掌控了舞台？我还是听不明白。对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哈，导师向慧老师哦，觉得今天雪莲姐她的表现如何？你做到了，谢谢。一定要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也是很担心说这个呐喊是会不会打到他音域里面。你事实上我比你紧张，而且你这唱的很好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，真的是谢谢你了。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是对的。谢谢老师，你指导我，我很开心，我有向慧的老师。你看老师又看到孩子的成长。好了，那我们要缓和一下这样的情绪，稍后回来。